500公升的陶瓮里装满高粱，一坛比一坛更沉更香，上面还别着小名牌，因为他们都是民众买来存在长江酒窖里的金门高粱。经过陶瓮里面的那个毛细孔作用啊，它让它去自然的挥发，啊，氧化还原，酯化水解还原，加速它的熟成，让它的酒质还更加的好。看准坑道里常年15到20度的温度和稳定湿度，金门酒厂首度推出窖藏储酒银行。我们想要让这个产品它突出哪一个风味啦？是入口比较甜，它入口比较顺，或者是入口呢又加一点，有类似一些微巧克力那个微苦的味道，那再拉回来一个回甘的味道，啊，那我们就会去挑。来每一坛每一坛的风味。民众购买原酒以后，存在坑道里3年，之后3年、5年、8年的酒基就会分别变成6年、8年跟11年的金门陈高。整坛的价格高达208万、258万和299万，价值口感瞬间翻倍。好香哦！好香啊！一打开酒瓮，香醇扑面而来。每一坛原浆酒都是由首席品酒师吕怡如亲自挑选，第一年限量试出就全部秒杀。你可以来我们这边买酒，那买酒一方面说你可以储存起来，就是以后你可以自己饮用。那你也可以说你储存起来，就是以后它就是增值的，它有点像就像股票了，它增值你也可以卖。越沉价越高的金门高粱，印证了时间就是金钱。首度推出窖藏储酒银行，让金门高粱摇身一变成为投资标的。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元在金门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1小时，赶快订阅我们八大民生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。